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应海荣。今天是杜甫咏物诗系列的最后一讲，为大家梳理一下咏物诗当中最重要的形似与神似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选自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这部书，初中语文课本中啊也有收录，并加了一个标题《咏雪》。《世说新语·咏雪》，南朝宋代，刘义庆。谢太傅寒雪日内疾，与儿女讲论文艺。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世说新语》里的故事，这个故事啊流传甚广，说的是东晋宰相谢安下雪天把家人聚在一起，和小辈们讲论文章。雪越下越大，谢安就问：“白雪纷纷像什么呢？”侄儿谢朗答道：“有点像从空中往下撒盐。”侄女儿谢道韫则认为：“不如说柳絮因风而起。”谢安听了大笑。为什么笑呢？笑这两个孩子天地之别的文才。首先是观察力，从空中往下撒盐怎么能像漫天飞雪呢？盐粒儿小雪花大，盐粒儿重雪花轻，盐粒儿落下来一落到底，雪花落下来纷纷扬扬，完全不一样嘛。唯一像的就是颜色都白，但仅凭这一点等于没有抓住所咏对象的主要特征。而看柳絮，形貌感觉轻盈飘动的姿态都很像。其次是表现力，撒盐空中很死板，一点美感都没有，而柳絮因风起就很曼妙，好像雪花不是只有那种自上而下的姿态，而是还可以借助风在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里轻舞飞扬。如果说前面的观察力更多的是考验一个人面对所咏对象能否把握其形的主要特征，这里的表现力就是考验一个人吃透所咏对象的形的主要特征之后，能否抓住其神的独一无二。前者形似，后者呢神似。咱们讲过《防兵曹胡马》是杜甫早年的咏物名作，明朝学者张炎评价：“前表其象之意，后状其用之神。四十字内，其种、其象、其才、其德无所不备，而形容痛快，反比一字不可得。”其种、其象就是形，其才、其德就是神。杜甫呢，只用四十个字就把一匹马的形神写活了，而且形容痛快，也就是语言风格矫健，极有气势。另一位明朝学者赵方表达过一个观点：咏物诗借沾皮着骨。什么叫沾皮着骨呢？就是过分拘泥于物象自身，完全被形似给拿住了，写出来的东西啊只是个躯壳，既不生动也没意义。那高明的文笔应该怎么办？还是拿防兵曹胡马说，纪晓岚评点：“后四句撇手游行不拘于题，妙仍是题所应有。”所谓撇手游行，就是从精神层面把握物象的内在特征，把握它独有的气韵风度。而妙就妙在写出来一目了然，还是这个东西，还是题中应有之意。纪晓岚认为如此乃可以咏物。
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说起咏物诗，在《红楼梦》里还有个很好的例子，大观园摆螃蟹宴，贾宝玉说，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先吟出一首来。黛玉笑他，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稍微沉思一下也能做成一首，其实跟宝玉的半斤八两。最后呢，薛宝钗写，刚写两联，众人不禁叫绝，待到看毕，都说这方是实谢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那宝钗怎么写的，咱们只看直接咏谢的两句啊。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经纬原本呢是指织机上的纵线与横线，这里是做道路的纵横来讲，螃蟹横行，所以道路是纵是横它不会管。蟹膏有黑有黄，皮里春秋就是指它肚子里啊花样多，但是空黑黄又说它花样多也白搭，终究免不了被人煮熟吃掉。这两句一看就是写螃蟹，无经纬，空黑黄，都是螃蟹的特点，但又明显不光是写螃蟹的形，而是以形写神，兼有寄托。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时得意横行嚣张的人，尽管暗藏心机，总难逃最后败亡。所以众人才说这是小题目里寓大意思，只是讽刺太毒了。说过了咏物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归结到杜甫的人格。杜甫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生活，满怀悲悯，有情有义，忧国忧民，始终以深挚开放的情怀汇纳百川，流连万象，这是他写出大量优秀咏物诗的人格基础。文品如人品，偶意为之，能用技巧弥补，终身执着，必须心见合一。好了，让我们在张大千所绘的《浣溪行吟图》中结束这个系列吧。且看诗圣清衢的背影，他独立苍茫，自咏诗，仿佛已融入了笔下的万物。